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我知，我知，你食来，我知。哦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我后日就倒后日就转去啊，我处理就好啊。哦，哎，我已经含讲好啊啦。好好好，我后日会记啦，看下暗到我时间去联络，吼。 当初要决定要去，因为家里乡的小孩，其实我只是一个上班族而已。我觉得我在台湾只是一份这种工作可能是不够的。刚开始当然是尝试的，我说过去那边尝试个3年5年，不行就回来就好了。 这道街大菜市，我伫这个边仔遮呢。大菜市，迄是台南市哦，搁较会得过的人拢来这买菜，哦，拢一间在这道。哦，这是保定啊。对。啊，这是咧创啊？我嘛搞不清楚，个哦安尼，有地下街哦。 这个明仔载较老咧，啊，我都刚刚食大米呢啊，泡来啊，哦，我差二30-30冬啦，唔捌安尼冷。每次休假回来了哈，有时候跟家里人一到台南哪个地方去，看到那个景象，好像这件事情我们昨天刚做过了。 这个景，我们昨天刚来过，这个照片我们昨天刚拍过，但是其实是应该是3个月之前的事情。我经过这十几年，每次3个月来一趟，3个月来一趟，我觉得我的记忆已经被跳格了，时间记忆跳格了。
你早拄到时，我记啊足清楚，头一暝啦。同事带我去准备买一寡有诶无吼，盥洗用具什么的，买一个那个舀水的啦，准备洗澡用的。然后买回来，在洗澡的时候，那个舀水那个勺子，卡起来，啪一声断掉，我就在那边笑笑我自己。我刚买了3毛钱，我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办？啊，这个跟我想的较早，阮细汉不是这样，阮老爸拢会甲阮。两个兄弟啊，啊，都拖去做工去。一个国校囡仔吼，十几岁啊，做啊到12点，你看，迄是爱困啊要死啊。你看，像这店面这门，啊，忝了吼，手洗洗，啊，洗了再来再食一顿。那我想，你阿公的心态应该也是，因为他吃到好吃的东西啊。在哪里就会带我们去吃。啊，像现在到人在增补很少了，都买成衣了。你看这里还是大概哦，你中国大陆辛苦遐久啊，就是爱为了这个味道来犒赏自己。这间吼，就是较早恁阿公请来带我来遮食的福州面啊。啊，这物件阁拢滴的哦。你看，迄个所在那个位置，你有看到一个福州仔伫遐无？就在搬这间店，差不多35栋。地点袂歹啦，老客人比较多啦，啊，大家口碑还不错啦。大菜市是一个较早是日本人的一个菜市啊，拢日本人咧卖，也叫做阿萨古萨啦。伊的原名叫做西门大市场。迄阵人济啊，无啥物娱乐啊，看电影。对面有百货公司，有延平巷、酒家啦、舞厅啦，拢伫迄个口里啊，所以也真闹热，人真济。哎，拍者。何先生哦，何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啊，你叫了还麻烦你。爸，你要吃啥？遐来。小，我吃一个小的干面跟一个小麦的。一个包子，两个包子。好啊，好。OK， 我吃迄个一个大米，好啊，两个干面好了，啊一个那个馄饨，啊然后一个烧麦，两个包子，好。你去看看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啊，好的，然后这样，谢谢。你有印象吗？你以前来这边吃，阿公都吃，就这个，这个，还有这个都这样，就这样。那偶尔会点汤面，汤那种。啊！你食两个啊？要食食？没有。啊，今麦干两个。普通的。好。
第一次煮面应该算是大概高中的时候了吧。是客人来，他可能不知道我爸爸心血来潮吧。我吃完，你跟我讲说，阿姐，快过来他们，你来煮个面好了。啊，反正以后如果要做的话，你就会了啊。我说哦，好吧，好吧。心里就是蛮忐忑不安的啦，就是一直偷看客人的那个吃东西的情形啊表情啊，还有什么有没有很想要说你们今天是面试换煮面师傅是不是这样？我应该知道那次面应该没熟，应该是没熟。你认命哦。要不你做干粉啊？冬天的那有的米粉汤，还有那猪油，还有加上那个酱油的味道。你那酱米叫做这些东西，你要回归到这个原始的味道很少。那都是冷冰冰的东西，这个是热腾腾的食物。今天我是大陆，人家不要，拢想这个味道。大陆也有吃的吗？那个终究不是我们家乡的味道啊。对啊。古早味啊，对我来讲啊，就是猪油、面粉、酱油。一种简单的东西拌在一起，变成一种故乡的一种味。不用称重嘛？要不要称重？来，恁家不要起热啊，好吧？近乡情怯是什么？虽然我再过两三天就可以回家了，搭着飞机快快乐乐回家，但是我心里面并不是真的那么快乐，特别是越到去大陆的后面这几年，为什么会这样？现在我们在金马26号。我的总结是什么？每一次。的团聚啊，就代表过几天又要重新再分离一次。因为我有痛，你才会知道你需要它。你想阮老爸，过去嘛拄着一挂困难，啊，同时我嘛想拄着一挂困难，啊，困难就是安尼啊，搁较大个困难，就是手啊担面甲食食。不管外面环境安怎变化，我感觉按台南人就是安尼。